你好，前朋友又是带你去走走的时候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位于新加坡 Vivo City 正在举办功夫 Panda Event until 4月7号。这是为了功夫 Panda 4新电影的活动，这里很多东西可以做，你听好好啊。你可以看到一只 Giant 功夫 Panda Pole 在 Vivo City 外面，还可以见到和拥抱真的功夫 Panda。这里有很多拍照点供你打卡，我帮你数了，总共有8个。只需要做三项活动 Dragon Warrior Obstacle Course Stealth Challenge 还有 Reaction Rush 就可以获得功夫 Panda 的 Blind Box。 在 Golden Village 还有功夫 Panda 的 Merchandise 咯。 After that 看电影，我老伟虽然我没有看2和3版，真的很好看哦。喜欢 Panda 的朋友一定要来看哦，记得点赞收藏和关注，好了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，爱你们，谢谢你。 Woo!